回来的。对，这是我。这些都是收藏品。收藏品，对，都是像去逛然后买回来，几乎都是。对。这个是保险箱哎。对对对对对。啊，你也是在我们这样的市场买到的？没有，这个是在那废弃的那个铁工厂。哦，铁工废弃的铁工厂。铁工厂。哇。好的，哎，可以开吗？可以。哇。哎，还有一层哎。对。对，有现金呢。啊？你刚才不会只有这边吧？没有，我在大米耶。对。哦，还有哪里？楼上更多。哦，真的吗？往楼上走，来看看。这就是我们日据时代，他那个理发厅嘛。哦，像这个剃头掉，你猜猜看这是什么？为什么有这个设计？因为他小孩子不够高嘛，他坐的话不好剪，会被这个挡住。对，所以小孩子就会坐上面。然后我还真的坐过这上面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小朋友的时候，然后这个就是那个烫头发的。然后这个就是每一家店他营业的时候，这个灯它会旋转。这个好像全世界几乎都是这样，比如说像欧美、对日本、台湾，它都有一个这个代表着 barber shop， 它就是一个跟处理头发、头毛啊、剃头点嘛。现在都是亚克力材质，对，那早期都是玻璃的，它就不会变形。对。这你在哪里找到的？这个早期跳蚤市场还有。大概月末二十年前，现在没有了，都被收完了啦。因为它当成宝物在收了，很难保存啊，玻璃类。哎，这个形象有胖的嘞。对对对对对。你这样很像外星人。我小时候真的还看过这些东西，但真的是回忆的一部分。不要说是像这种，这个下面的这个大理石的这个座，对对，现在没有，这只有那个对小时候才有。对，哇，都这里。那个柱子该不会也是跳蚤市场收的？那个也算是眷村的地庆感，黑啊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眷村的那个以前的街道都是这种木轴制的地庆感。嗯，当然它是很长了，我要把它锯断。现在也很难找。现在的话，对，但因为它多半都烧柴屑了，对，因为它不是一个好的木材。哦，真的吗？它是什么木？这个是杉木。杉木做的，对，很容易受潮。受潮，然后会有蛀虫。哦，因为现在我看很多人在收，收不到像这种电线杆的，他会收什么？收整木，就是我们铁道的那个。哦，可以铁那个，对不对？放很久。我这样看，好多我身边也有朋友，一些朋友在收那种东西，而且还这样摆的啊，弄得还蛮好看的。哇，像这就是我们台中的第一家百货公司，真的很百货，基本百货。哦，由钟玉先生恳请拜托哈，这是我们以前台中在选的那个。安平汽车股份有限公司。对对，都是那个时候的。对对，厉害，而且以前那种碰上头。对对对，张君雅小妹妹，你老伯在催你啊。对对对对对。哇，来再看还有什么？往里面看。哇，哎，其实，在你这里哈，会见证着一些。时代的轨迹耶，好，你看，本田卡达加调，对，日据时代那个时候开始会有。那刚刚黄大哥讲的这个东西，我觉得好像就在上一个就历史设计文化课，你说这个一般男人看到的菜独一定就旧啊，现在年轻人你要看到菜厨这件事情很少了，现在都是系统柜啊。对对对对。那这个跟我们一般看到的又不一样。对，一般来讲，你的菜头都是直立式的，那叫光复后的。嗯，然后如果我们讲年代比较久的话，日据时期的时候，它基本上的形状是有这种倒吊。嗯，然后它的壳，它的这个都会有很精致的雕刻。对，哦，跟它做工比较精细。对，那再来，它的扣环一定都是红铜。哦，红铜柜。哦，对，它的扣环一定都是红铜。它基本上，它这个叫倒吊菜橱。哇，哎，这个很有 feel 哎，这个拿来你说当一个
自己这样做的更等电脑桌，或者是放自己的一些对房间，我想到的可能就是拿进房间里啊，对，放一些喜欢的衣物，对，收着，或者是放一些小东西，或者你真的拿到厨房去用也行，它的实用性在，因为它不会坏，对，因为它是黄块，黄块它是几百年都不会坏的东西，对，因为它而且它没有打铁钉。都是榫榫接，榫接的话，它就是你只要不要去大力碰撞它，它可以留三代，嗯，三代都可以用，够厉害的。这些都是日剧时期的、欸，其实很好分啊。这个就是日剧偏厚，对于它高了一点哦，因为大概这个应该说同一批师傅，但是光复之后，它会做比较我们身高哦，因为以前的家具其实都是。特制化，特制，它不是你现买就有，哎，还要拎刀你要看清楚，哦，我跟你走，而且还要哈人工温工，温工啊，对，温工切，对，温工切，哦，所以它其实都有一定的比例在，哦，对，所以它不是现在那么方便，说哇，我去家具店买个系统柜，明天就送到，就到，没有，它都要先预定，然后挑木头，以前都是讲究跟工法，但这个。底下现代你要讲说我们现在我需要就时间，我要抢时间，我要快，我什么的来就有，但是又失去了那么一点点，就是乐趣。对哦，那像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近期就是在你讲光复后了，光复后对。哦，这个哦，就这个声音哦，你看这个声音，这声音。对。所以也就是当你在家里哈偷偷翻菜橱的时候，就会被发现。对。哎，冲下，把门关一下。然后，对，就有这种哇，对，我是借了钱，哇，哎，啊，你怎么有这个？这是什么？去哪里收来的？啊，哎，是有客人他有时候要用那个赊账的时候，我就拿这只出来。哎，就是他说，哎，我今天钱账不搞，不行，你账不搞，但是我明天账不搞。对，他马上就把钱拿出来，就给没有拿出来，然后让他看这几个字，哎。哦，那这也是你去收的？对，这是玩具的吧？不然它是那个打火机啊？打火机？对，怎么弄？哎，那它坏了，坏了。对，有时候这边客人多，小朋友会软硬扳机这样的。哦，我很怕这种。对，小孩有时候他枪拿起来，自己当以为自己是那个蓝波这样子啊，对，就扳到你了。但你也很好，你也不阻止小孩碰啊。他们人多啊！